从这群外国朋友脸上洋溢的笑容，你一定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台湾文化的热爱。今日来自125国、250位来参加百国 Hostday 的外国朋友，都换上了代表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，让人仿佛置身在联合国。当中有人开心的在现场跳起舞来，有人把握时间与沙布总统合影留念，一同分享来台的特殊体验。I wish you all enjoy your stay here. Are you?Okay. All right. If you do enjoy your stay here, please say Taiwan everywhere for us. Okay? Well, 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 to come over here and really wish you can come back from time to time. Taiwan will be your second hometown.体验了道地台湾生活的国际友人，有人学会了如何制作小笼包，做出漂亮的18折小笼包，也有接待家庭因此学会了非洲鼓，现场还秀了一段精彩演绎。从台北找高雄，从彰化找台中，我们都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时光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台湾，现在我们都是你很好的朋友，我们爱台湾。晚上 Hostday 的青年朋友与接待家庭在元山饭店共度喜别晚会，为为期2周的台湾文化之旅画下完美句点。我是台媒公关组